好啦，尾巴摇法摇法，妈妈开门给你们吃饭饭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吃啥？发财，发财，这里，发财。对，吃饭吃饭，小六角吃饭，发财吃饭。来吃块牛肉，干什么啦？不要说不吃拉倒，我不管你，你家小六角吃的很好。哎，挑三拣四了。今天生骨肉加冻干，所以看上去量很少。发财是牛肉加鸭掌，六甲是牛肉加鸡胸肉。那你吃什么？那你就不要吃了。那我们小六甲吃鸡胸肉和牛肉啊。啊，先吃牛肉的。牛肉吃的，小六角等等他，等他吃完，妈妈再给你们吃冻干啊。他太磨叽了，宝宝啊。妈妈知道你没有吃饱，知道嘞。小柴，你不算懂。老头子不在，他就凶六甲。这是对小六甲凶啊！发财爱鸭掌，却不爱鸡爪；爱鸭翅，却不吃鸡翅。总的来说，财哥现在对鸡很排斥。小六角不急，他吃完妈妈给你们吃冻干啊，等他这个吃完，不急啊。他很作的，小六角你知道吗？对，我的错了啊。我等的都快睡着了，他为什么要啃那么多鸭掌？冻干六甲不爱吃，所以给六甲吃史蒂夫冻干。等等，还没加牛奶呢，吃什么吃啊？等停，馋老胚，好，走开，妈妈牛奶还没放呢。我看到他福的包装很诱人，是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分装的。我买的牛肉鸡肉饼，可是六甲一口都不吃，搞不懂。宝宝吃完啦，去老头那里擦个嘴巴好吗？不要碰妈妈，你碰了妈妈，妈妈的身上全是你的嘴巴。我比你吃得快，身体比你好。老头去帮小六甲擦个嘴。吃完吗？发财怎么出来又尿了啦？发财，怎么妈妈刚刚把你关在卫生间里了啦？哎呦，宝宝可怜死了！哎呦喂，可怜的宝宝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宝宝发现发财不见了。最后卫生间门是关着的，一推开发财在里面。真是的，把我关在厕所里30分钟，30分钟后才想起。妈妈以为你出来把门一关，你怎么在里面啦？发财，怎么搞的啦你？我的心哇凉哇凉，气死我了。